凯利的产品啊，获得了国际上最权威的 FDA 的认证，可以在全球进行自由的贸易流通。那同时呢，它的产品也荣登了美国的 PDR 医师要点。在这里我简单的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PDR 的医师要点，是美国医生的用药手册。那所有的医生呢，他用药都必须要去参考 PDR 的医师手册。除了这些呀，凯利的产品还拿下了清真的食品认证、国际的有机认证、国际的反兴奋组织认证等等。那这些资质呢，欢迎大家去翻墙查阅。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支持瓶身的二维码溯源，就是我们呀只需要扫瓶身上的这个二维码，即可以查询到产品是否为美国原包装进口的正规产品。凯利的母公司呢，四一工厂在美国呀是顶级的生物科技工厂，它垄断了整个北美的 SOD 和 NMN 的原材料。2018年呢，李嘉诚从中国撤资投资了一家国际上的生物科技公司，那就是凯利的母公司四一工厂。那作为这样一家有实力的产业一体的工厂呢，它在生产的过程中一定是把最好的配方和最好的原材料留给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品牌的。那安全稳固了之后就是效果了。凯利的产品啊比较多，时间有限，我就拿复方的 NMN 来举例。在 NMN 的领域，对于品质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是纯度。那凯利的 NMN 呢，纯度为99.92%，等级属于特级。那在 NMN 中呢，纯度相差0.1呀，它的吸收率就会下降40%-50%。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凯利的 NMN 是目前全球唯一一款、唯一药可以做到舌下含服的 NMN。我们都知道打点滴静脉注射的吸收率最高，那接近100%。其次的吸收率最高的就是舌下含服，那吸收率达到90%以上。这就是为什么心脏病患者在突发病的时候吃的速效救心丸它是舌下含服的，因为舌下含服呢可以最快速最大化的保证吸收率。目前市面上所有的 NMN 都是胶囊剂制，那用水吞服肠道吸收，而肠道吸收的吸收率仅能达到50%。那第三点呢，就是性价比了。同样拿 NMN 来举例，市面上主流的进口 NMN 单方的就要几千块钱。那凯利呢，除了有单方的 NMN 以外，还有一款主打的添加了 SOD 成分的 NMN。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呀，创始人林博士才想让大家以最优的价格用到最佳品质的 NMN。